Thank you.
Oh.
John Marston. Since you bought this millstone around our necks, we'd better try and keep this place going. I paid our debts with that money.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money. And no more that... It's over, Abigail. I'm sure. Then get to work on this ranch you own and raising your boy. Yes, ma'am. Are you being sarcastic, John Marston? Me? Never. Good. Anyway, I thought you liked this place. No, John,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t's home.结束。 心理叙旧吃完了还没？ Ken 83828， 感情这下有些隐藏的部分没有开说。 过后没有完成的支线，不知道能不能够回去打。这游戏除了步调慢了点、包包难做点、动物难找点、通气烦了点、任务搞了点之外，还是个好游戏。感谢参哥演出，辛苦了，给你钱。嘿嘿嘿，给500万。 Dog Zero， 感谢。哎，连这边也变成约翰。 辛苦了。还有一些二期。 Rachel， 我马是不是就只会有一只 Rachel 了？哦，你也是一只性感母马呢。哎，参哥实况辛苦了，会考虑玩鲁大侠的 DLC 吗？鲁大侠是谁啊？聊天室的各位肥宅光棍节快乐！我和老婆六花祝福你们早日脱单休息。<笑>
恭喜恭喜！我也祝你早日脱单。哦，不是，你有老婆了。不知道亚瑟的坟墓在哪里？为什么这一区会是……哦，这人家的那个军营啊。短暂的平静结束了，感谢参哥辛苦了，谢谢60块。We're getting there, aren't we? You're a good girl now. Kiss Odie, 感谢。偷吃我的面包啊？没有啊。我看起来散散。我只有1489。好便宜。天命奇遇的 DLC 参哥有兴趣吗？看看。这件也是一个收集要素。三哥，等等，会在卡尔人打上次的僵尸吗？卡尔人，不知道哎，难得这么早就结束掉行程了，明天该早点休息。已提供家庭晚餐。辛苦了，40我就打在这边，这样就有500万了。嗯，好哦，谢500万。
like a pretty nice horse you got there. I paid top dollar for this beauty. Fast as a bullet. Want to see how yours compares? How about a race to Awan Kill? Hey, don't just ignore me. Come on back here. So, what do you say? Shall we race? Come on, what'll it be? Are we racing or not? I haven't got all day. I knew it. A coward can't bear to face a better race. What the fuck? Howdy.从这首歌开始，从这首歌结束。What the Anything you want me to hold on to? Ah. God damn it! I can't hear you out of that fussy crap! Shit! Oh god! Nah, 随便随便随便。I have no time to do this shit. Don't run away! That's a girl.就像我说的，这游戏老人的地方非常老人，
不过，以牙心的标准来讲，哇，不行！以牙心的标准来讲，这个问题还是太多了。移动手段麻烦，狩猎设定太枯燥。除此之外，就是牙心了，就是他们一贯的音乐渲染跟运镜画面吧。哦，不过画面真的是很好呢，超级 rockstar。我最最最开始把它当那个、欸、Max Payne 来玩呢、欸，就我以为它会是 Max Payne 那样子的游戏，就没想到，哦，狩猎部分真的痛苦。我倒好像一枪把他变掉。直冲主线换来的才会比较顺畅。如果纯粹要在这个世界探险，你的时间要超多。你一天要至少5个小时以上，让你可以无所事事的打电动，那你确实会无暇应付这里面发生任何事情。狩猎设计太累。不过你如果完全不打狩猎动物的那个部分的话，这游戏其实还蛮好的。剧本不错，剧本的起承转合，还有一些心境变化写的不错。不一样啦，它有很多更小的故事放在文章里面，放文件里面。你如果不去看的话，有很多东西看不懂。而且游戏完成度应该蛮低的，因为地图很多地方没探开，很多事情没去做，很多东西没去找。如果你真的很有那个闲时间的话，其实就不差了。还是一样，你一年只能打一款电动玩具，这个值得。哦，像我这种一个月可能要打到超过3款，那就没办法了。发快，可是发快有快速旅行、啊，而且发快有直升机，我就到了。这边我可以变什么？神雕侠侣吗？哦，你看光现在这个，我只是想要来探勘这个区域的地方，然后我的起始点是左下角。然后从这边开始跑，这边你真的要快一点的话啦，先跑到隔壁的黑水镇，然后搭他们这边的这个驿站马车，搭到最近的点，大概就是 Valentine 嘛，然后 Valentine 就开始跑，这是最快的移动方式。如果我要去左上角，哦，那一天就是为了在左上角抓那一只传奇野马，
在这边耗了我七个小时，然后又要去抓狼，又跑到这边。卡米萨基里莫，基里莫，而且，然后又跑到这边来抓河狸，啊，没有没有，这边抓河狸，这边抓美洲獾，还有那个山狮，哦。啊，我又跑上来找那个什么美洲马鹿，哎、啊，又跑到中间打找那个鹿。你还要找三星的，你还要用特定的武器一刀毙命。找到了没中，重来；找到了中了，在路上遇到哪个神经病怪顶你，重来。你要把自己跑去撞墙，干重来。哦，有现在是美洲獾，真的屌！美洲獾还是有人提供情报说这边会有。你们这边最开始预设可能就有一只，去看那一只一定有了一只才截掉的。从发现顺便打反而比较快，然后途中发现顺便打一打，然后你就开始先拿到指定的武器，然后弄好之后开始接近他，好不容易打到放上来了，只要路上哪一个神经出来跟你搞，你就包含你的任务一起重来，恭喜你。真的是过了谢天谢地，没过吃你自己。哎、欸，顺手想一张三星撇是不是？没有问题。可是这边是荒野哦，这边有人会抢你哦。biang biang， 哇，没记录，可怜。你看像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马刚自己往他身上碾过去。我把我右边靠，然后马直接往左边撞，你要我怎么办？啊，你如果在任务之中嘞 ，reset。啊，如果你这样拿到一张三星皮，然后你等级还不够高，血量不够的时候没，不要一枪毙死嘞 ，reset。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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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你妈枪就掏出来了啊！我没干嘛，妈马自己粘过去的。好了好了，算了啦，啊，你这样一枪毙掉是不是？啊，附近如果有目击者，通报再罚20块。啊，你去抓那个目击者，再一个目击者再通报40块。执法人员靠过来，一枪毙到200块，恭喜你，没记录是不是？去找200，不然就整关重打。Come on, lady. Woo. Thanks, Rockstar.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黏过去。玩 GTA 路上随便撞，然后看到人就乱开枪，死了就算了。这个不行，这个你在路上看到任何人，你妈能闪多远就是多远。哎、欸，这是你的想法，系统不一定会这样想啊。马就是会黏过去，我真的不会。这游戏前期要多搞就有多搞，后期没差，像现在这个时期没差，那就是问题啊！谜样的坡地房屋，这超痛苦的。Z61713，感谢。这彩蛋蛮多的，我记得这边也有那个、啊，这边也有那个有。这游戏本质来说确实不错了啊，有一些东西真的太搞了。那些搞的东西并没有让这个游戏比较好玩，就烦而已。不一样的道理啊，阿星他们做这个开放世界游戏会在很多地方藏一些有雷的，我觉得去寻找那些东西算是这种游戏的主要乐趣，剧情看一看就算了。不会是我喜欢的游戏。
GTA 路上乱开枪死了也差不多，喷个200可是 GTA 钱能存银行，而且一次赚都好几万的。赚钱就还好，主要是这个惩罚很重，你不能随便做任何事情，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很小心，然后就要一直记录，一直记录，哪一边没有记录好就完了。整个 reset 真的很痛苦。哎，还不是说这边有那个吗？哦，再跟过去一点 ，not here。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喂，996123456，感谢。我强迫自己把主线看完还是不错了，主线渲染的很好，音乐配的也不错，角色个性也蛮好的，蛮喜欢亚瑟摩根这个塑造。在这附近的，没错。亚瑟墓地在左上角河流交汇之处的。是吗？可是我看这边有一个，哎，这个不是亚瑟的吗？我自己对攻略了。哦，这个也是蛮神奇的。这一款的那个角色活动能力没有 GTA 这么强。要找一下，应该是在这个附近没有错啊。我对地图是对不好，哎，对不到那个位置，应该就是这里啊。太黑了，可能看不清楚。补个血好了，怕等下真的摔死。咦，怎么会这样？不是应该在附近而已吗？哎，看到了，看到了，原来就在我身后啊！亚瑟叔叔也是很顽皮呢。哎，也是个讨喜的角色。一言以蔽之，亚瑟死了，约翰装了机械铠。
84.1%。DS1345，而且，哦，而且这边好像有点冷。有些要打到百分百也是蛮硬的呢。地图要探勘，然后点上地图上面的点要找完，传说生物应该也要打。而且有人打掉嘞，看那个成就上面也是至少有个0.1%超掉的。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啦。虽然是一款不差的游戏，不过不适合我了。哎，大概休息休息个休息个一两天而已吧。欸，六太好像回台湾了，可以找他玩那个玩我们的 Capcom Action Filter Collection。哦，就拍两枚。好了，那也差不多了，可以关台了。哇，今天这样开也开了6.5小时。真的也是蛮强的，每次开台都觉得自己很猛。啊，对，我有看到聊天室一直在讲一代的剧情，看我没有看过，我也没去查过，然后我现在就什么都知道了。谢谢你聊天室，多谢你了。好吧，就这样了，就这样了。有空再开吧，感谢各位观众，再见。